心情有热吗？有。等一下再吃。好。电话里的故事，他在诉说是这个在日据时代的一个爱情的一个故事，有没有听过吗？没有。好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再简单扼要一点，但是我的简单扼要有点久，小米酒，就是。刚好在，那个时候，日本人不是在我们台湾吗？然后后来光复了以后，日本人就要回去，陆军调将士，你可以打一点有点感伤的，有点爱情哦 ，you know？ 好的好的，就。日本军跟我们的部落的那个姑娘，他们的相爱，他们就相爱咯，很爱很爱这样子。可是因为就没办法就光复了嘛，就日本军就要坐船回去日本了，就我们不是我们，他们是他们这样。然后呢，不是啊，那个在我们部落。电话以前就是在，我们是有村长或是里长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里长，就是在那个里长的家，就是电话都是用摇的。以前大家家里都没有电话啊，都用广播的。陈秀梅，五分钟来我们里办公处报道。你有电话，五分钟的时候还会再打过来这样子。以前都是这样子啊，然后呢，这个他们离开了以后呢，然后就这个，然后我们的姑娘是我们部落的姑娘，就一直在那个里长的家外面呢，就是坐着一直守着，因为他们要分开的时候呢，为什么有风？要分开的时候，他们非常的没有办法，就是。一直哭这样，然后想说我们为什么要分开啊，他们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。结果有一天呢，这个姑娘她真的就是等到了这个日本男朋友的电话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摇电话的那个电话，她就听到她的声音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互相听到声音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就是一直哭，没有办法讲话，一直哽咽这样子。然后他们的那种哭泣声已经代表他们所有彼此对方的思念了，这样的意思你懂吗？就是太痛了，一听到声音就哭，哭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讲话，因为一直哽咽一直哭，可以不要哭吗？他没办法不哭吗？什么时候可以见面之类的，他们说不可能。太过分了，自己加歌哦。这样子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爱唱投币式。
钱柜，对，哦，台北没有投币式，只能去钱柜，很贵。所以我们爱回部落啊。钱柜最近不是有原住民补助的吗？有补助吗？没有。补助什么？补助零钱，去投币。现在不用20块，10块就可以这样。这太土了，我到底要不要唱歌？好，来掌声鼓励给他唱歌一下。谢谢。聊电话铃。Thank you.
到电话里面。